我是 Qmomo 特派桃子，今天在 Qmomo 热销商品里面挑出了五件产品，来了解一下女生都喜欢什么性感小裤呢？今天我们有以下五件商品提供我们受访者来选择哦。来，第一位公司最辣的 A， 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 小姐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特别一点的款式。多特别？像我最喜欢就是这款叮咚友人吗？以下请桃子试穿一下。OK， 你口味真的很特别。前面这个也太暗示了吧！天啊，我等一下去摄影棚一定会逼自己忘记这件事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。嗨，我是 Nicole 的 B 小姐，我喜欢简单一点的，我会喜欢这个 SOSO。这件就是低调奢华。哎，你到底买没？还没，还不赶快去买！那我要选这条 XOXO。这件有人选过，那一位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那你为什么会想选它呢？因为它设计比较简单，然后又有亮点，平常应该也可以穿吧。你再给我一个选择。这个玫瑰上衣。天哪，你这个选择落差也太大了吧！前面完全看不出来，一往后转 ，Oh my god， 整个完全是大辣。关心房或者是珍珠美人痣，只能选一个啦。那就关心房好了。哇塞，你们看，你要来开我的星星吗？我不要啦，我选不出来。你还不赶快告诉我你的最爱是哪一件？哦，好啦，就这一件啦。果然，你真的很懂，珍珠微量是真的超级有够性感的，桃子甘拜下风。以上就是 Qmomo 办公室不负责任之女生性感内裤小调查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